今日幾開心喎、啊！而家咧就等上網課啊！咁呢個小朋友咧，終於咧就入咗一個南拔萃小學。經過兩年嘅努力，最初一嚿飯噶、啊、But he is very committed. He is very dedicated to work. 啊，上到好用心。咁啊，經過兩年後咧，咁啊，終於咧就達成佢自己嘅願望啦。新學期九月，由呢個清水灣去旺角南拔萃小學嗰度上堂，我戥佢開心。我作為佢嘅英文補習老師啊，真係要讚佢，因為咧。其實我今天沒想著會上堂，因為 他已經有 good news 嘛，是吧？拔萃收了他嘛，誰知道他今天都要上堂，啊，他可以擺爛一段時間，我看他呢，就是個對英文的熱誠，我希望是因為我的教導，rekindle，即是燃點了他對英文的興趣啊，咁樣，咁啊，教佢係好開心嘅事啊。All right， Marcus， you rock， 識解嘛？由今堂起，我哋教嘅嘢係深噶啦嚇。So that you can be on the par with the DBS boys。All right。